佛光山金陵净院金门佛光童军团佛光会中华总会金门各分会庆祝2024国定佛诞节还有母亲节，为了贴近乡亲，提供就近还有便利性祈福服务，5月4号在金湖新市里篮球场举办浴佛祈福活动，社区乡亲热烈的参加浴佛祈福，同沾法喜。茶代表清净觉喜，还有安定的意义。来，一起献香。5月4号上午9:20，由佛光山金陵净院住持满慈法师带领大众诵经祈福，紧接着节目一个一个表演，由佛光人在场引导协助服务，并开放乡亲随喜浴佛。这个师兄师姐们，大家呢非常的这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善心啊，做这样的一个活动，那祈求呢。这个我们国泰民安，然后呢，这一个四境都能平安哈，大家呢都能够社会和谐。佛前感恩的心来分享浴佛献供的无量福德，借此活动浴佛活动带动社会大众报恩及和平善念，来散播欢喜。融合社会的每一个角落，促进社会祥和，共创美好。满慈师父表示，浴佛是借外在的佛来洗涤我们内在佛，佛主要的是在净浴我们的心，希望浴佛这个时候可以洗净，也希望可以跟佛心相应，更可以为大众开启自信光明之光。